欢迎大家来到兔与狼频道，我是兔兔狼。我们今天直击都丢校尾的春酒，但我们今天想要做一个 prank。我们计划就是孕妇一天肚子要胀多大，才会被人家发现这个地方很怪。你要跟我们离婚为何？就是 cue 我们说，大概这个时候可以去把肚子加大。我们大概准备了四次，会有一个终极的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说终极的是什么。希望有一个目标，比如说过腰是一定要能够发现的。可是他刚刚已经喝半支酒，我有点担心。对，我怕他根本搞不清我肚子有没有变大。我们想说，只要我一出来，我们就会找人接访，问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，比如说哦，你希望你人生几岁的时候可以结婚？但都跟怀孕都没有关系，就是可能会跟怀孕有关系，就是哦，如果说不考量经济，不考量什么，你希望你几岁要当妈妈？但重点是肚子会一直在人家面前晃。对，要让大家知道我现在肚子很小，我肚子慢慢变大，大家才会知道。好了，我好紧张哦，我希望大家都不会发现。对，我也很怕这件事情。我希望今天企划可以成功。我看到终极版的，终极版都没有，真的太夸张了。终极版，等一下再跟大家揭晓哦。走喽，请米姑来猜一下，是兔兔还是狼有怀孕？狼啊！下蠢吧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就是猜那个版的、啊。你要看肚子。恭喜恭喜，完全看不出来。谢谢谢谢。来，我们接访一下米姑哦。我们想要问一个很基本问题，就是请问你觉得人生，就是不考虑他人因素，你自己觉得几岁结婚是最刚好的？我的话应该是32吧。那几岁生小孩你觉得刚好？35以前。我肚子应该蛮平的吧，你现在觉得？那你有想要生小孩吗？我有啊。那我们祝福你，我们等一下还会有下一阶段的接访。下一阶段的访。对对对，我们接访就是访的非常的广泛这样子。好好好，等一下见。Hello， 妹妹，她叫婉婷，还是不好意思摸她的手。她是温的妹妹，大家不要再误会她是温的姐姐了。我刚刚已经帮大家看过，她真的是妹妹。你有想过要结婚吗？有啊有啊。你有想到几岁要结婚吗？本来想30，但感觉要一直往后延。那你有看到我的肚子了吗？你对宝宝的想法？大家说看不出来。没有，你就是先看就好了。你有想要怀孕吗？对，就想怀孕吗？会想啊，会想啊，所以要早点生。好，妈妈都会说，就是体力会好。我就是要让你们看看，就是现在肚子这么小，下次见面可能就变这样子，就给女生们震撼教育。好好 ，Hello 教主，嗨，你知道我怀孕了吗？我看到给你摸一下，你今天很辣哎。谢谢。你这辈子有想说要结婚吗？有哎。你想到几岁要结婚吗？我以前是27，现在几岁？年纪越来越大，然后发现自己这个27已经过了吗？对，已经过了27，所以现在32，刚33，那就想生小孩吗？有哎，一胎就好了。几岁要生？35以前。那你蛮赶的哦，现在赶投胎，小孩快点。好了好了，那你的未来就在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子。他一直摸我肚子，你会很幸运的，你家一定会赢。你穿这么辣，你会赢，好不好？你坐下，我坐下。Hello， 金童。嗨，你跟刚刚的样子差很多。对，因为要有职业道德。好了好了，有想结婚吗？有哎，我想说要结婚。想要几岁结婚？我觉得应该30吧。其实蛮多人都30的啊。我会想要有一个小孩。那你知道我怀孕了哈？你知道你要摸一下我肚子吗？就是摸一下会幸运，就他现在会啵啵啵，就泡泡的声音。对对，就是在水里面翻滚的话会有声音。真的吗？所以你们可以听得到。他如果醒着的话听得到，他还要在一个月左右会有胎动。他今天好震惊哦！对，他今天好震惊哦，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。反正我等一下会给你一些惊喜耶，不能乱闹哎。Hello， 我问你哦，不考虑任何他人的因素，只考虑你自己，你有想过你人生要结婚吗？我还好哎，你是唯一一个还好的哎。但婚姻跟小孩是两件事。对啊，那你有想说要有小孩吗？我是绝对不要小孩的，我很特别。那你一定要看看我肚子里的小孩，他现在在我肚子里3，是个恶魔，很可怕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别人小孩很可爱，你可以说很可怕，你可以说出来没关系，因为我们也觉得很可怕。我自己是蛮害怕的，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把我所有的精力还有时间都放在他身上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有小孩的话，我应该人生后半部是他的了。我是很害怕我的人生只剩妈妈这个角色，我觉得他讲到快哭了，怎么办？恐惧，恭喜你们！好好好好，拜拜拜拜。哎，你要自我介绍一下。看黑熊过水沟，滚筒音频率女性爱分超34要过腰。大家好，我嘟嘟下来过腰。哎，帮我把那个前面快转。哎，你有想过你人生要结婚吗？我超想结婚的。你有想生小孩吗？我自己是不想。婚姻里面你有想要小孩吗？如果是别人生的话，我应该可以。对啊，但我超想结婚的。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我要结婚。哎，老师要表演了。精彩的竞赛喽！
没有很认真。你说要生小孩，那你想知道自然产还是剖腹产吗？我问过这个问题，我本来想说要剖腹产，因为怕那个方便。但是后来好像听说那个要加钱。对，要加很多钱。加很多钱，那可能还是自然产好了，而且好像比较健康。个人蛮想剖腹产，但是看情况。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你觉得今天菜好吃吗？不错、啊，吃的超饱的、欸。可以一起吃的。对，那你赶快先吃。等一下他回来找你，欸，到我这里，习惯人家在我这里。那、啊、你那个生小孩啊，不管是自己生还是另一半生的话，你有想说自然产、剖腹产这种问题吗？我可能觉得不要痛就好了，咨询医生看适合自己的方式、啊。那你觉得今天菜好吃吗？好吃，吃得饱吗？很饱，超饱，真的超饱的，我也吃好多、哦，肚子都大起来了。谢谢，谢谢你。我们等一下还有下一题哦。突然变成这样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些问题偏无聊？不会，我觉得不会无聊。少在那边，一个妈妈就选择自己生孩子的方式，如果选择那种最难的，反而是自己人生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突破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个女人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课题，所以不能不认真的对待。所以我很重视这次的访谈哦。你们是先驱啊！要走吧。我问你啊，你不是说你想生小孩？是蛮想。啊，你有想说想要自然产还是剖腹产吗？我其实都可以，但我不想吃全餐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也是最讨厌吃全餐。哎、欸，那你觉得今天菜好吃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哎、欸。那我现在蛮紧张，因为我还没表演。不能吃太饱哎、欸，不能吃太饱。好了，那你赶快去休息。Okay, okay, 对，谢谢你。时间，谢谢。现在怎样？现在一层的有感觉吗？看一下。你妹刚好摸我肚子，真的。然后她就这样皱眉。宝宝有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要赶快去换第二套才行。现在进入到第二套，一堆人摸了我的肚子，我觉得温的妹妹可以攻破，她应该会发现怪怪的。但她不敢说，她不敢说，她这样，嗯。这个扣子打开。你有想过要生什么性别吗？本来很想要一个男生，男生来一个女生。你是因为你们家都是女生，所以想说来生个儿子？也有一点。好了好了，哎、欸，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没有，这一题就到这边。哦、真的、哦，好好，非常感谢你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哎、欸，那你有想过生小孩的话，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吗？我比较喜欢女生哎、欸，真的、哦。嗯。因为男生的鸡看起来很恶心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这个吐一下我们频道好不好？抱歉抱歉。哎，吐一下我们频道啊！双胞胎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是希望是两个女生。肚子会很大的。没关系啊，肚子大就大，是两个女生就好。你自己生吗？别人生。别人生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哦，感恩你。啊，你肚子这样看起来很大、啊。不管也。你要塞东西。但是。就是。我是第一个，你是第一个。这是我们的 prank， 我就想说，到底要塞到多大才会有人发现？我想说，但是有这么大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那这样我就不用乱访问你了，我刚刚都在乱访，就是没有很重要，就是只是增加接触。最后一个了，因为大家都没有发现，虽然有教主发现了，我们要直接终止了，感觉没有太多时间。是 rap 吗？那它是口白的，口白的。我直接去找他妹好了。我来问你们说，这是很震惊的频道吗？不是啊，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你刚刚出来那一刻我才发现，你都知道刚刚。可是你前几套你就已经开始侧目我的肚子了，第二三套你都有摸，你就有点这样子。你现在已经变得太夸张，听到灵魂了。去找米姑，不知道会不会发生。你有想说未来生小孩想要生男生还是女生吗？女生。这么坚决？你知道女生肚子很圆吗？男生肚子很尖。我以为只是一个传说，我以为不是真的。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你都没有觉得为什么我肚子突然变那么大吗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 prank 啊，看加到什么时候你们会发现，就这个才发现。嗯。过呀，过呀。好。我觉得今天吃好饱哦，我也是，你也吃很饱，对不对？又有汤，又有真的好，我可以吗？我放音乐还可以吗？我已经没办法了，等一下，你吃太饱了，笑我一跳，你要生了哎、欸。
我刚刚一直在加肚子，刚刚访问都是假的，我就是一直在加肚子。他也没发现，对不对？你还好，我发现。所以你刚上一题说你吃了保健，现在我看你，我就还摸我肚子。哦，因为我不好意思啊，我怕如果你肚子变很大，我还呛你的话，就很不好意思啊。真的？你有怀孕对不对？有啦。我要访问一下你。那我是装扮可以啊，很美很美很美。那你吃得饱吗？很饱，会吃得超饱的。这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枕头吗？对，我刚一直在加肚子，但都没有人发现。我一路加到现在，大家才发现这样子。很大哎！我刚问你问题都是假问，其实就只是一直在加肚子，然后一直在做。你觉得他谁表演？我觉得他哎，我哭了哎，你哭了。他说他最爱这个表演，因为我刚刚有感受到他是表演有理念，大家好聚好散的感觉。因为他在前面很卖力的表演，跟老师在后面收乐器。哎，你现在好像有点改变，你的 baby 是一夕间长大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发现吗？好像是一个惊喜，是不是？我刚发现，我刚刚一直在那边乱问你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一直要增加我们接触的机会，一直在增加我的肚子。没有，因为你关注这样子，对，我刚刚坐下来就这样，然后我还在那边一直跟你讲话。我真的是没看到，他终于发现了。他刚，你是最厉害，你超早就发现，你是最早发现，他还把我衣服直接掀起来，好了，成功成功，第四层才会发现。但你说的没错，真的是要加这一层，对，因为没有那么大，可能不好意思问，想说你就是吃太饱。你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肚子，掉下来了，生出一个库洛米了。哎，你知道是库洛米？对，我从厕所一出来，你妹就已经笑爆了。我刚捕捉到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眼神，访问完没事，然后离开之后就这样。啊、那今天 prank 大成功了，对，谢谢你们邀请，对，很好玩，谢谢你们来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记得去追踪他们的频道哦，就是 Studio 笑哎，拜拜，好，可以可以，小狼说拜拜，啊，小狼说拜拜，不让人家走，我也很想吃东西。